玻璃防火墙，好，这个薄玻璃防火墙，还有个单铝防火墙啊，好，这个薄玻璃防火墙里面的这新东西啊。啊，这个薄玻璃防火墙，这个薄有什么薄啊？还有金台数据包，还有东台包和金台包啊，还两个包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的是一个总的一个包啊。好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内部网络啊。这也讲的一个 root 路由是吧？root 路由啊。这个地方是未授权用户，他要访问这个网。这个是干猪，干猪有路由，那一干猪嘛是吧？大公司啊，路由的。然后呢，这是防火墙。进来以后，防空总部这里有一个防火墙，啊，防的啊。那么这个就不能防，未授权用户他进来以后呢，这防火墙这个就不能防，是吧？那如果画张图的话，我说你怎么样才不能防呢？是吧？好，你一看答案，下面那很简单，你说我这个未授权用户怎么？我说我这个东西。一个谁是谁用户，他要访问我这边的防火墙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访呢？哦，这么访啊！我就说从192.110.10.24来这一包的不能通过。那么从202.110.10.24来这一包也可以通过。那我觉得这个设定一个规则，是吧？如果这个规则的话呢，哎，就可以通过啊。如果这个规则这个设计下来，如果他就不是用户的话呢？啊，这个规则啊，不能通过。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规则啊？这写好的规则什么叫静态规则？这写在那个什么防火墙那个防火墙里面的防火墙规则里面，这个叫静态规则。我定好了，你这个数据包，你这个数据包的地址来了，我叫你过，是吧？这个其他的你不能过。尤其是这个来了，不能就不能过，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是访问规则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包玻璃防火墙啊，它的工作原理呢，其实不是比较流行。那么一般这个程序进行传输叫网络式进行传输，看到没有？它下面三步通过是吧？这是不是传输？是吧？这个包玻璃防火墙呢？它检查这个 IP 和 TCP，IP 是什么？是地址，TCP 是协议啊，TCP/IP 叫协议啊，它一起的。好，它只检查报头啊，这个数据从这应用层就开始自顶而下，是吧？哗就下来了啊。你不要以为这个数据也是提成啊，是人为给你把它想成提成的啊，这逻辑层是提成。这个数据包过滤技术的发展分为静态包过滤和动态包过滤。这规则是动态制定的，啊，动态制定的。你要静态包过滤的话，这东西是死的，是吧？定死的那不好，是吧？定死的不好，现在不行，所以发展动态过滤包。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东西的话呢，首先讲静态包过滤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简单的包过滤，我们这里讲的是静态包过滤啊，是静态包过滤啊。好，有这么层啊，现在变成简单化简化层，是什么啊？数据从应用层置顶而上，是吧？数据，比如说用户名和口令，从这里产生的，用户名和口令出来了吧？出来以后打了一个包。到了 TCP，TCP 一看啊，给你加一个 TCP 头，TCP 一个头是吧？加个 TCP 头，TCP 协议它一个头是吧？加数据是吧？或者 IP 加它数据，IP 地址了是吧？TCP 这里是有限量是吧？地址了，它的网络接口成 ETH，就成 ETH 了是吧？这是物理内部层的。这里加了一个内信号的一个东西啊，物理层的一个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这个计算机，算机 PC，直接通过什么网络，然后海底光缆也行，或者是我们的光缆也行，网线也行，通过网络墙。
好，这个防火墙是静态玻璃包啊，我们就讲静态玻璃包啊，不要动态了啊。这个包的规则太复杂了，动态的你说它没有，根据你随风而动是吧？好，数据，数据它永远是一零一零一零零，是吧？零一零一，这防火墙，它一看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先检查一下。冷位是吧？就看你那个报道 IP 地址的 TCP 是不是我的防火墙允许通过的？如果不是，你就进不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是你那个 IP TCP 必须是它同意的，它一般是地址啊，因为我们这个 IP 一般就是原端口地址和未端口地址嘛，是吧？啊，还有这个端口号啊，必须同意了。同意了你就进去，同意你这个 IP 地址不对的话你进不来，是吧？所以呢它还有后面的什么 IP 地址假冒，是吧？就是因为这防火墙惹的祸，防火墙认为这个 IP 地址它是静态的，好了，它就是这个地址，是吧？下次黑客说了，哦，你就是13456能够进来，是吧？下次我伪装成13456，因为你是静态的数据包嘛，这个地址不变，这个规则不变。这规则不变的话，你不就死了吗？好，那我下次伪假冒一个，我进来了。所以这个技术发展呗，这个静态包肯定站不住脚，就轰然倒下。这个动态包，动态包玻璃，哎，我的规则随风而动，是吧？根据你要求的，我就来这就难是吧？这就比以前的要那个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们看这防火墙，如果还有静态包的静态包玻璃的话呢？那很多货了，是吧？如果是动态包玻璃的话呢，就没啥了。好，这数据如果是合格，在静态包玻璃下面，这些大佬在那边盘进来了，是吧？就是可能如果黑客带进来了，他到假冒地址一样盘进来了，是吧？进来了以后，同样是 IP 对他，然后把 TCP 协议进行解析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把那个数据安然的送达到了应用层，是吧？包数据玻璃和动态包数据玻璃，它的唯一区别是什么？静态包是制定的一个死的定义规则，动态包定义规则是变化的。如果静态包定义一个死的规则，黑客就容易仿冒这个地址就能进去啊。如果你静态包定了这些 IP 地址是可以用的，那么呢，黑客就可以仿冒这个地址进去啊。静态包玻璃的话呢，就有风险，所以呢，发展情况不好。好，这防规来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包括的防规则啊，它这么来的。静态允许就进这个防火墙啊，进来允许你，那必须什么？是192.168点6.0到24，六到二六点二十四，就是这25个号，25个代替都不进来，断头。大于10023，云端口，大于10023的啊，目的是认可，目的是什么解释？端口80TCPIP，这个80我们知道是吧？TCPIP选择它啊，拒绝，如果你进来，我拒绝你，你要不满足他是吧？不满足任何一层。拒绝你，是吧？就拒绝了。如果你不满足，这地址不对的话，拒绝。这个地址对，这个地址什么地方？静态的啊。那么黑客如果假冒你进来了，是吧？进来了。如果动态的话，就跑路是吧？今天我这个，明天我换了一个规则，那我的黑客就头大了，是吧？好，这就是这个地址啊。幺内网是192.168.6.0.24。是吧？好，那么这是规则啊，这个规则很简单，是吧？技术数据包是否有过滤规则？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是进来的啊，是的，这个匹配第一条，看看是不是这个第一条啊，匹配，如果不是就匹配下一条，是的话就过了，看看允许还是拒绝，允许是吧？啊，如果不是要匹配下一条规则，啊，匹配这条规则，如果第一条规则是这样子，如果不是要匹配这一条，就拒绝你，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。这第二规则啊，你是不是他？啊，这个你这个地址在这里面，幺九二幺六八六点零
好，第二个是四的话，就是如果是单方对的话，你允许，你就过了，就让你通过了。好，如果你是立场不对，那例子里面是其他例子，那不是，比如下一回，如果他还有问题的话，啊，这立场不对了，这回是什么？是拒绝，拒绝很简单，是吧？啊，四的话就拒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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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了。好，还有包括力的优点，包括力优点呢就是什么呀？不用改动应用程序，因为过滤区内能够保护整个网络，具体包括力的用户的网络特别高。但是呢，它包括力缺点是什么？是不能够防止地址欺骗。好，这个路由器呢是一号地址，一号的 MAC 01，是吧？好，实施一次害攻击 ，PC03呢首先呢向 PC02。发送了一个数据包啊 ，PC03还没出现啊，这是 PC03，这是黑客啊。他向这个 PC02首先发送一个 AR 数据包，叫欺骗数据包啊，数据包。就是相当于告诉 PC02，我是网关，我的 MAC 是0303，他是告诉他我是网关啊，我的 MAC 呢？是01是谁啊？01是这个的网关的地址。但是我的 MAC 地址的是03，你发给我。好，这个二号动作你是网关啊、哦？好好好，我是网关，你就是网关了是吧？你就是老大是吧？好，记得你可以向网关发送数据包，告诉那个网关，啊，我是02啊，我是二号，告诉他啊，我是二号，我的 MAC 地址0303，于是呢。主机 PC02和1.8之间就留下来，以及他们各自的 ARP 缓存的这个指向。好，那么呢，它这个所有的数据包通过它来进行的，是吧？他们两个就，他们两个通讯的，就是他通过它通讯的，因为他会把这个，他会把192.168.0.1啊，他会把发给01啊，你是01了 ，MAC 是他根据什么？根据 MAC 来发，根据 MAC 来发。你告诉我你是01了，说好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就存在是03了，对吧？01，然后03，但是我实际上通讯是根据 MAC 来发。好，这里你好，哦，你这里面给02来发是吧？好，你告诉我你 MAC 是03，好，给你03，03是三号是吧？对，这个三号来发是吧？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什么，这个 ARP 欺骗成功了是吧？ARP 欺骗也没错是吧？拿错了是吧？你是01，我发给01没错吧？但是你地址是 S3，因为我 MAC 他找的是 MAC 那个03嘛，是吧？就发给他，发给他，就是所有的数据给他，就是 ARP 地址欺骗。这个地址欺骗就是什么？对那个静态包过滤就没用了是吧？静态包过滤不是说你要地址过了，地址对啊，没错，地址对的、啊，是吧？就反正不要存着，我就是你。地址欺骗我就是01，然后符合地址就过了，所以呢，他这个 ARP 地址欺骗呢是成功的，就绕开了这个静态包过滤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才会用叫什么动态包过滤。好，那么这个显然呢，我们要传输的话，这个代理防火墙，代理防火墙的话，它实际上是它在一个过程啊，代理防火墙是在运行两个网络之间，它对于。客户来说像一台真的服务器一样，而对于外界的服务器来说它又是一台客户机，当代理服务器接收到用户请求后呢，会检查用户请求站点是否符合公司的要求，如果公司允许用户访问该站点的话，代理服务器就像一个客户一样去那站点取回所需要信息发给用户啊，这是一个代理一下是吧？好，这代理商的这个代理服务器的这个功能。好，这是客户端，这是真实服务器，是吧？什么代理？是吧？这个用户代理服务器来去解析。好，你是的，这样进来；不是的，你就进不来，是吧？它一个进行审核，就是代理防护、代理服务器这个防护墙啊。这代理技术通过 VPN 确实，哎呀，速度特别慢。然后这个代理对用户来说是不透明的，是吧？不透明。对每项服务的这个代理可能要求不同的服务器啊，
代理服务呢不能保证免受所有协议弱点的限制，代理人不能改变底层协议的这个安全性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保护率啊，保护率的话呢，可能的速度快，你看这保护率多快是吧？它的价格也比咔咔小。这个代理的话呢，你看内置的专门提供安全编制的这个 proxy 程序是吧？能够充分理解相关服务对数据包进行安全化处理，安全但是不允许数据包通过化保墙，避免了数据驱动性的问题发生。这个保护率呢，就是说这个定义的一点复杂是吧？配置的有时候犯了一些问题，然后允许数据包直接通过，它是数据驱动是能攻击的潜在问题。保护率啊，数据驱动是攻击啊，这是典型的啊。主要是攻击我们用到什么，像 DDoS 就属于什么，就是数据协议区域攻击，还有什么 flood 攻击、洪水般攻击，这都是啊，还有不能理解特定服务的，说明它有可能会，就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处理，就是这个啊。